次比赛你们去不了，这种体力活啊，你就交给那些六七十岁的弟弟妹妹们干就行了啊。我们呢，就是想参与一下。参与啥呀？你现在说话都不利索，你去那儿干啥呀？怎么的？我几十年的基本功白练了是吗？啊，还话都说不利索，非得给你展示一段绕口令啊？听好了，说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；打北面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头别着个喇叭。提了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。哑巴说行。哑巴也不会说话呀。啊，哑巴举双手赞成。那你坐那儿去吧。不就你们这水平啊，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啊，走了。慢点啊。走了。